你看咱年龄小，啊，事儿摆的贼明白，是啊，安排的贼周到，对，就是故意要给你弄脏的，对，而且他给我换上。我觉得楚莹可能会觉得跟陈伦在一起会比较的有安全感嘛，因为陈伦有一句话就确实很戳人，就是说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要相信我，要选择第一时间相信我，就这句话真的是会给女生很大的安全感的。我刚听到也觉得好 man， 都起鸡皮疙瘩了。男生都有被戳到是吗？有，就觉得哇好 man 哦，因为应该比较向往吧，因为你不可能说这种话，可能真狠了，你可拿刀飞刀不是真的不 man 啊！先走啊，你们应该也可以自己录吧，对吧？我先上去。你要真走，你真 man， 想更 man 了。哎，你快回来，我没有搭档了，在扭秧歌吗？很可爱，那也可以了，不 man 很可爱也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很想知道娜佳。以豪在你的心里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？是个小丑的存在。就是我们一直是那种互损互怼的关系。看出来。那大勋有没有很 man 的时候？我觉得一直，我觉得一直很 man 啊。他很 man。我干了。慢不慢？我觉得他是属于搞笑派。